然后昨天晚上停电了，我今天继续。这地方呢？灯下面有个影子。这有个灯的影子，这个不是灯，这个后视镜的影子，还有这个。那个面稍微偏明显的影子，对不对？这点是一样的。OK。
这个地方呢稍微亮一点，但是它有点亮的变化。BG5, BG1, BG3。上面呢，距离。CG 这个比较黑的颜色，把那个黑去涂一下。CG，
最黑的那个东西，刚才选的 CG6 还是 CG。这里面更黑一点。地面的这个 WG。WG6，那么再选一个 WG 的最浅的一个 WG3 的外部，增加一点扩张的 Oops 值 CG WG3。
三百六十七四算了，七四看水多一点。这个 CBG 的颜色还可以选一个深的 BG。BG 九不知道能不能涂啊，是吧？涂一点点。笔记本的颜色扩一下，它的颜色都是。稍微修一下啊，修不太好，只能靠太近一点。这个先画一下，
笔烫的太阳去涂一下。基本上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可以把这个稍微再纠正其实这样就基本上就可以了啊，我们可以最多的话，把这个该弄亮的地方稍微弄亮一点。算了，又出不来了这。
不行，这个不行。
OK，差不多了，把这个地方稍微再把这个地方圆润一下。这里我们稍微加一条线。把这个边界强调出来。
行吧，就到这里。